关心最新消息，蓝白合今天双方达成共识了。不过呢，民众党主席柯文哲今天出席演讲的时候却透露心情很不好，因为学生也有问到说，你不是本来很讨厌国民党吗？一起来听看柯文哲怎么回应。来来来，我跟你讲哦，我这一条有答案，我更痛恨民进党。我跟你讲哦，其实我跟你讲，我今天实在是心情很不好。我作为一个二二八家属，我当然不喜欢国民党，但是老实讲，我也蛮难过。我从来都没有想到民进党总会在堕落的这么快。但是我跟你讲，你放心好了，国民党我会盯着他，没有人盯着他，他一样贪污腐败。可以听到呢，柯文哲还说要让学生再追问，自己更补充了，作为二二八家属，当然不喜欢国民党，只不过他看到民进党堕落这么快，他现在更加痛恨民进党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